我看着你漂亮啊，知道吗？可以挑战队长。什么？漂亮漂亮。那就走，我带头。走然后你再等以后吧，还往你们逢天再给你叫唤。干嘛？爸爸要结婚，不离了吗？我得劝说。对，鹏爸，我要离婚，对吧？不是，我离。我叫华。你那怎么大老爷们那么喜欢你、啊？这个好消息、啊，不出事儿。我们确实到那块打篮球，经常的，经常打篮球。但是这个后来呢，你像这个去年跟今年打篮球就少一些。他事儿多，他是我这个人是不太会管观众要掌声的，因为我听不见流言蜚语。咱哥俩的选择视而不见了，然后是什么？我自己看手机，跑不过这个。说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是看，但是咱说啊，谁都别招谁。今天就是没能看见一个好人。你说别的，一个台上仨人都互相有把柄的，没你先怎么我有把柄？你没看完你不知道？我不说话，我有把柄。那前天上把柄最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把柄最多？别说话。你让我师哥说，去年德云社那举办的多门弟子贯口大赛，我是不是得第一名？我没参加。那行，那我跟说学啊，去年你们去年举办的，就跟俺说快。为什么要来到八队选择与南哥合作？可以。哎，走了，来了，咱走吧。你看，短短的九分钟，建宇哥哥已经抛出了9000多泡沫，都乐，证明什么？这是哥哥分的好。你要先说话，我们就听着就完了。捧人嘛，捧人还得乐呀。插科打诨啊啊！我打你哥哥在。好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哎，不，这不在打我，还得看主人。啊，哎，有个美好的愿望，来许个愿望，许个愿望啊，出去狗粮顿顿管饱，你们过不去劲了。五个行当，生蛋，嗯，是你生蛋，生蛋，我会生蛋吗？我可不傻蛋。我们之间问什么呀？也就问着你这专场怎么样，对吧？吃什么了？住什么？你是去当地玩，你有什么好吃什么好玩的？哎，就问问这个。他这个待遇就比我好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专场啊，就主办方啊，对他比较细心。你像我来说呢，我专场待遇就一般，待遇就一般。不是，你不能什么都能按人的要求。我是什么演出去了？我不是什么宠物寄养去了，知道吗？展眼，职业名狗。这我93年呀、啊，我离婚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？我22合法年龄之后，我想离就离。这我明儿还离，呸！明儿离，后儿还结。哎，大叔再离下去，哎，不对，我怎么离？你愿意？想得美。我愿意的呀，因为你一停，我就可以跟酒商去。里边啊，这德云社打篮球好的咱有啊，有。你比方说这个，谁？他说咱师傅啊，我师傅胯下特别好，我可不敢说啊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录像机录着啊，那是捧哏的说。胯下运球，你怎么了？这有什么的呀？我也你以为师傅跟人裤裆底下钻呢？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。那你来人家干嘛？有什么害怕？行行。大头说师傅打篮球。孙子，你别脸红，孙子，你别脸红，你面上温柔，你大头方方的。不是我这画面了。举个例子。大伙不听了，不爱听，师傅演出也不听了。嗯，孟哥、月哥、文哥都不听了。是张楠没人听，完蛋，怎么办？大伙转行呗。哦，不说相声，干别的工作呗。啊，师傅开理发店给人剃头。啊，还够得着你？我搭档不是郭老师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优点呀，优点。不是，人太轻。你
那意思是咱家不清净呗？你说呢？对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你俩这俩，关羽，我说你呀，不知道风筝多少，你就老是往前冲。冯正九也是他的搭档，每年有很多的个人商业专场啊。这话还说我呢，炒角不会了，为什么呀？老师说了，先天条件不足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不让模样来的炒角啊？炒角不让模样说，对，有人帮着，不是你丑，这两个叫炒角。你现在在我的心里的地位已经不如冯老板了，无所谓，带回去大爷。你专场真带着哥哥吗？看您的表现，这一位是我今天唱的真他妈好。今天跟九夕我们在一块演出，很开心。回来，不知道哥俩我们好几年在一块演一场、啊。你说在我们八队听相声都没有人敢尿尿去，八队下边都有个蛋儿。谁都有袋儿啊！你要你这样的话，应该吓我一跳。哦，袋儿，下边放一口袋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天，八队都那样了。啊！噔噔，撞撞，跳，跳跳跳跳跳。咱俩还得往后走。我妈是开我家另外两车出去，撞我家边儿累了。两个矛盾，两个，你看两个劳动力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腿不行。我媳妇儿呢，是在车上放的，不是在我爸车上，不是在我爸车上。你要不瞄挺好的，我想半天我都没敢。三口子腿都不行，得亏住的是一平米的房子。您等会儿，我们孩子还是孩子还小啊，啊，孩子还小，孩子没在车上，孩子没在车上，孩子当时就在家自己玩呢，一平米房子自己玩嘛，自己玩，孩子小还得吃奶呀，你爸你妈让你媳妇开车出去，吃奶的孩子就在家里。官居县里，发给魏立丁判官员的兵，发给好汉的朝，发给。哎呦哎！伺候了，伺候。你把这放了，来大爷。
那四口人在家里头都光着。那一条裤子谁穿呢？谁？我都上班，我都上班，我穿呀，我都干活啊。你媳妇儿给你放假？孩子无所谓，你媳妇儿。我脱离了。亲着太爷，参见太爷。我要跟他演，我是孙子。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，欢迎四爷飞鸿跨海。你媳妇给你生一小狗。你媳妇给我生小狗，这人的孩子是你的。然后呢？你看，33厘米，33分这么站。你看他站紧了吧？然后前面就长贴墙，你低头看，你能看见什么？你想看什么？我现在认为他说的是真的。我确实低了头。小子，你将刺客曹操拿到啊，与我为争什么？与我为争？你不信了？